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12年，7月31号，中立站哦，中立，3点58分。即将列车通过。这边就是中立火车站喽，就那个新盖的地方，临时站啊，然后在弄捷运地下化。来了1654南港发车，由南回线开往台东。然后2116天运2015回马自强号，拜拜。2116天运2015不由马自强号在中间站通过了，感觉自己持久呢，拜拜。还蛮感动的啊，不由马自强通过1654。我就这样，中间站拍照呢，3点59分，7月31号，刚刚支持。